撑着你撑你。好、哦，谢谢，感谢。手上的剑还是魔六剑手上的剑，置身在未来的科技当中，似乎也代表着我们霹雳无敌 3D 手机游戏结合了最高的科技动画，我们的视觉的享受全部在我们的主舞台展现无疑，好像让我们所有的玩家、所有现场的贵宾置身在我们的手机游戏当中，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，耶、yeah！